一面之缘哎、欸，我们舅舅那一次活动有看到他的身影，有看到就这样，都会联络吧，都要联络吧，可以很久不见面，但是不可以很久不联络吧？可以很久不见面，对啊，就是拥抱被行踪，哈？拥抱被行踪，我们好像没有规定哎、欸，就是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相处，所以我们都会互相讲。其实我没有看到太多，因为我昨天都在赶杀青，我就大概看到一下，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倒头就睡了，然后今天就地震了，所以很多事情在发生，我没有看到太多的新闻，我不太清楚现在近况是如何。我觉得很大哎、欸，下风，我真的下风，发现是地震，我马上冲出去找猫，我就抱着他们就躲在桌子底下，他不在台北，我跟他说地震了，然后他就马上打来。下风，我真的下风，因为我是被摇醒的。那时候我就是在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子的感觉。我想说是什么闹钟怎么这么立体？然后醒来之后就发现是地震，我马上冲出去找猫。对，因为猫就吓到都躲起来了嘛。对啊，后来就两只都找出来了，就一直摸，才摸到一半，余震又来了。然后我就抱着他们就躲在桌子底下，然后一直说没事没事，但他们很怕。然后。在他们又跑掉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只就边跑边尿尿，就是吓到了，觉得很大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是真的吓到的。我的相框，然后家里有些杯子，就是掉下来都是碎玻璃，所以我早上都在清玻璃。他不在台北，他没有感受到，可能不太知道有这么威力这么大。就是我跟他说地震了，然后他就马上打来说怎么样啊，还好吗？然后我就讲了一连串说家里什么东西掉了，然后猫咪怎么了什么的。那个时候我好像是一九几年啊，我10岁的样子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像睡得很熟，就小学左右。那时候就是很会睡觉，非常会睡觉。我是被我爸这样子公主抱到一楼之后，我才想醒来想说我怎么在一楼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小时候可能比较太爱睡觉了，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就醒过来。